唔係嘛？你牛高馬大咁鬼神，等我嚟金手指。老闆啊，開門啊！嗱，揾屋咧一定係要冷靜同埋淡定嘅。欢迎大家参加逃出电梯，你们有五分钟时间解答谜团去逃出这部电梯，过了五分钟都还没出到去就会连人带了，哇哈哈哈哈，继续出去。有这么多年玩密室游戏的经验，这一队一定是细节去指引我们的。咦，那里有旧东西、咩嚟噶？嗱，呢一嚿嘢咧，一定系唔完整嘅，同对物一样废嘅。你讲乜嘢啊？废物咯。嗰度有张指南啊，制急紧揿实验室入。哦，入实验室揿紧急掣啊！梗系唔系啦，咁俾埋嗰三句你做咩啊？梗系睇个指南噶啦。嗱，你要打直嚟睇嘅，按警钟掣。哦，系、哦，等我试下揿先。咦，你指喎、啊？系咪同宠物相关啊？宠物？我有喎、啊，同大家介绍翻鸡，全部都系鸡。佢有嚿嘢啊！啊，系对讲机啊！嗱，唔好咁心急，呢一度咧仲争，应该争条天线嘅。咦？呢、這个一字掣好似怪怪地喎、啊。哇，等我试下先啊。喂，唔着嘅，我搣走佢先。哇，系呢、這个嘢假嘅喎、啊。假嘅呢啲嘢？咩假啊？真噶。拼埋个 pet 字，即系 pet car 宠物车。点会啊？呢度边有宠物车啊？你调翻出嚟睇下先啦，系 car pet。吓、啊，车个宠物啊？系啊，唔系啊，呢一个系意思系咁解，即系地毡咁解啊！你睇下个地毡先啦。哦，好啊。咦，搵到条天线啊！试下先，睇下先。喂，有冇人啊 ？call 埋啫嘛。喂，有冇人？有冇人？我哋俾人搵 lift 啊！升降机门即将打开，请勿靠近升降机门。成功啦！成功啦！走啦！走！耶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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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你哋终于可以出翻嚟啦！但系头先你哋喺入边咧有好多错误嘅示范。电梯安全你要知，等等香港电梯业总工会话你知。基哥啊，头先我哋四位做咗啲咩错误示范呢？哦，其实你哋咧就做咗几个动作嘅，包括点样揿 lift 啦，啊，尝试拉开入门啦。同埋喺公碟裏面點咁跳嘅？但係呢啲係有幾危險呢？呢個不正常，佢跳動咧會引致部碟突然間會停咗啦。啊，如果你嘗試打開只門咧，有機會會打開只門之後會有個空間，令到個人失足跌咗落去個井度㗎。咁如果我哋遇到混碟，應該點樣做呢？正常嘅市民遇到混碟咧，就企定定，然之後按動呢個機身嗰個警鐘掣，等警鐘響咗之後咧，管理員接收到嘅信息，用機身個通讯电话跟你沟通，然之后一般管理员接收到你哋嘅信息之后咧，就会通知电梯承办商啦，承办商就会喺半个钟头之内去放你哋嘅。如果架 lift 就快要闩门嘅时候，用手挡住，安唔安全嘅呢？哦，最好就唔好啦，因为喺 lift 闩门嘅时候咧，佢拍呢个保险刀佢拍得唔好咧，机会去夹伤你。基本上佢有一个空间咧系会感应唔到嘅，闩紧门嘅时候咧，尽量就唔好拍呢个保险刀啦。即是有个盲点的。是啊。那为什么这么多电梯里面都有镜的？哦，一般电梯里面有镜呢都是给这个伤残人士用的。因为伤残人士入了电梯里面呢，个轮椅就转不到身，所以他们要靠镜的反射呢就看回楼层的。那有镜对我都很有用的，可以梳头整理仪容嘛。那究竟全港最窄的电梯在哪里呢？在这个佐敦的八达大厦，它的门幅度呢只有这个50cm。基本上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要侧身才可以入到去的。我想问一下，现在电梯是这个行业分了几种工种呢？电梯行业大致上就分了三个工种，就是安装，就是在地盘那里由无到有，
第二樣就是保養，即是你們平日見到的維修師傅。第三樣就是檢測，就是負責每部lift的年度檢測的安排的。現在多不多年輕人入行呢？都多的，因為每年大概都在 VTC 那裡會有學徒訓練計劃，每年大概都有百多人入我們這一行。我想問一下，對電梯如果有興趣的話，就是怎樣入行呢？你們可以經由這個 VTC 報讀這個學徒訓練計劃呢，就讀這個電梯課程，咁就學習加實踐呢，就經過四年時間呢，再加我們公司那個平日那個加埋，咁佢就可以去攞那個lift牌。咁而家電梯行業佢個前景係點樣呢？我哋前景都好好嘅，因為每一年都有咁多樓起啦，咁 lift 同埋電樓梯呢係必須嘅。所以我們的前景是樂觀的。其實我們香港電梯業總工會在60年代已經開始籌辦了，就是退到我們1986年就正式成立。多年來我們都是在很多大小的維權運動裡面都有很積極地去參與。近年來比較重要的事就是跟機電署討論磋商怎樣去發電梯牌，爭取了多年，就在2012年呢就正式爭取到lift發牌了。從此呢就這一行的行業監管的水平呢就有所提升樣。我們多年來呢就參與了很多次的維權運動啦、罷工啦、或者幫工友爭取這個傷亡賠償啦。我們有很多課程咧，去俾啲工友選擇嘅，咁例如安全綠卡課程啦，安全講座啦，咁今年嘅重點咧就係得我哋工會有嘅咧，就係呢個27小時嘅升降機續牌課程。呢個課程之後咧，再加呢個4小時嘅平安卡課程咧，就可以去續牌啦。其實大灣區嘅資歷互認咧，就已經開始咗一段時間噶啦，而我哋電梯業都很慶幸是受邀請的其中一行，我們其實已經很積極地去配合，看看怎樣可以促成這件事。香港電梯業總工會作為一個愛國愛港的團體，就會秉承宗旨繼續為香港服務，更加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加入我們這一行，拓展這個香港，為這個大灣區服務。歡迎收聽，其實我是這裡的職員，等下一批的參觀者。